好，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台国际品牌 Roadster 星辉的遥控车，1/14的，它是宾士的 AMG GT3， 它车子做得很细致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如果只说介绍这台车子玩具车呢，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它这一台是有授权的，是变形金刚的，它车体可以变成机器人，这个是有授权的，不是一般夜市哦，夜市的商品组合起来密合度不够，这台密合度很高，而且有灯光音效的效果。那我现在为大家示范一次哈，我们先用变形。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灯光，而且变形变得很完美哈，组合起来也是没有细缝。还可以甩尾哈，它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变形了，但变形到一半你可以不变完也可以。我现在先变一半，现在没有变身完，我再按一次的话它会反向再组合起来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车子的比例做的是跟真车一模一样。Roadster 这家公司它是做国际的，所以它的车子都是有授权的，不是一般夜市前面宾士 Mark 没有，它这个 Mark 都是 Mark 跟字都是跟原厂的一样。它有一个自动演示的功能，我们看遥控器也是 2.4G 的，这个都有经过 NCC 检验合格的。右键，遥控器的右键这个就是它自动演示的功能，左键就是变身。我们操作一次，左键长按的话就会变身跟关闭哦，再按一次关闭。好，自动演示功能。它车子演示完，它会自动变身。你在机器人的状态下也可以用自动演示啊，自动演示。如果你没把它停下来，它就会持续的一直做演示哈。好，现在停下来，然后我们再变回来。这一台做工真的很完美哦，它很细致哦。我拿给大家看。你看它的密合度都完全做得很好。而且比例都是照实车下去做的哈，它的电池是用 4.8V， 现在都改了，可以用 USB 直接充电，很方便，行动电源都可以哈。这台小朋友喜欢，大人应该也会喜欢，尤其是 AMG 的车子。速度也还不错，重点最欣赏的是它变形的功能。哦，它还有附赠武器，一个盾牌跟一把斧头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插袋。插在手上面，
但是记得变形的时候一定要拿下来，要不然它会卡住。它的遥控器很简单哦，左边这边都是前后，右手边这边就是左右的方向，很好操作，小朋友一下就上手了。我们再变形一次，倒车也有灯，前进都有 LED 灯。这百货公司有在卖，百货公司售价应该是2000多块。它总共有四个颜色，银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红色。这台很超值又很细致的车，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跟我们联络。